辣呀，你这大晚上的练什么嗓子呢？我这练嗓子，你听听，你听听啊！啊，嗨，这不正上装修呢吗？多正常啊！这还正常啊？哎呀，爸，哎呀，你得互相理解呀、啊。那谁家搬新家不想早点装修完了，洗迁新居啊？对不对？是他们想洗迁新居了啊？那邻居活不活了？哎呀！爸呀，哎，你要想图清静 啊，你就跟我妈跟我大姐似的，到公园去溜溜弯啊。一会儿人家不装了，这消停了，你再回来休息嘛。我想去啊，我走不动。不是，我说爸呀，你得有一颗平常心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听着这是噪音，啊、我听着这就是交响曲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我就有工程队呀。我的好几个工程队都在各家各户装修呢。你手下人也这么干活？我没有啊，我们是大公司，我们有严格的规定，有时间那不准扰民的。哎，这就对了，那你没事你常到工地去走一走，是不是？告诉他们可千万别扰民。我啊，我挨家去转去。对啊，那我还是大老板呢。哎呀，我挨家转，我都哎呀妈呀，这大老板啊，看那个头发。行了行了，你要嫌闹，我把窗户关上。哎呀哎呀，哎哎，你看看，不用我们管，管那闲事呢，得罪人。哎呀，你看见老爸、啊、有人管。哎呀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安静就是幸福。哎呀爸，我跟你说点别的事儿啊。啥啊？我大姐夫是不是让物业给撸了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到大门口站岗去了。谁说的？我刚才啊，我刚才开车从咱小区进门啊，我就看见我大姐夫，哎、啊、那熊样，嘿、啊、嘿啊啊，哎，我一看这干嘛，物业的怎么能管这事儿啊？我就摇下窗户来，我想问问他怎么了。这是没停啊，他不让我停啊，脏堵路，他脏熊样。你看准了是你大姐夫？怎么不是他？他我还能不认识？他怎么能把大门去呢？后来我打听了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咱们小区啊，嗯、前两天搬过来一个业主，哦、嗯，那业主啊违章停车、嗯，把车就停在咱们小区路中间了。哦、嗯、哦、嗯，我大姐夫管闲事儿，你说、嗯？啊，你得好好跟人说呀。他不，他找好几个人啊，把人车咔抬起来，咕咚，扔河里了。扔河里干嘛？他有那么大劲儿吗？他扔路边了。那你扑通一下干啥呀？不是，车主人家不依不饶啊，人家愣说把那车砸坏了，是吧？这是罚他，让他看大门去了。那处理的有点狠。什么？姐姐姐，就这家，大姐拉咱电闸的物业，就住这儿。你确定？确定，姓范，这家老大。别说我。有人没？有活着的吗？你来找活人呐？还能喘两口气儿的算不？我不愿搭理你，小土豆，咕噜过来。哎、我家伙，我还挺有名儿、啊、我。哎，怎么着？你们家是不是有人在物业上班啊？对呀、啊，怎么着？你家是姓范不？姓范啊，怎么了？是你家老大不？我找范老大。那范老大是我哥，死40多年了。别等会，爸，嗯，这肯定不是找你大哥的。他找谁呀、啊？是找我大姐夫的。我大姐夫不就在物业吗？嗯，他肯定把人又得罪了。你说这人，你我问问他啊。你问问吧，大姐，不是你不是不是美女美女啊？哎，你找范老大有事儿啊？哼，他拉我们家电闸，拉你们家，楼上装修那是你们家呀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他把你们家电闸拉了？是啊，活该。哎，拉对了，拉晚了。老爷子，你这可是在激化矛盾呢。谁激化矛盾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们家天天扰民，爸爸爸，说什么了？来来来来来来，美女，我跟我爸说啊，没事没事啊。爸呀，干嘛呀你？我大姐夫把咱们小区人都得罪的差不多了，咱就别再替他得罪了。就这种人呢、啊，得罪就得罪吧。这，
为了让老百姓睡好觉啊，当领导的就得敢作为。老爷子，你这是在护犊子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就护了，我就护犊子了，好犊子就得护。老爷子，好了好了，爸，你去睡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姐你消消气儿，爸。你趁这会儿，哎，没声，你睡会儿啊。哎呦，大姐，你别生气。范老大呢？啊，范老大，不是，大姐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爸他岁数大了啊，对不住啊。来，你坐会儿。你让我坐我就坐呀，你算老几啊？我老二，我范老二。我不找老二，我找老大。你把范老大给我叫出来。行，街坊邻居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是不是？来。哎呀，街坊邻居们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呢，楼上装修吵着你们了是不是？放心，咱我给他拉了，这回清静了吧？行了，大家伙回去睡觉吧啊！哎呀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现在回来了？这都几点了，我还不回来呀？不是，你去加会班。是我这都几点了，我还加班啊？你别我，哎呦。家里边有客人呢。对，这是我发小。你快！小土豆，一边咕噜咕噜。这时候回来干啥？你就是范老大吧？什么范老大呀？好汉做事好汉当啊！是不是你拉的我们家电闸？哦，楼上装修那就是你们家呀？哼，我还正要找你呢。这都几点了，你们家还装修啊？扰民了不知道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家这店长我拉的，范老大我告。行，我跟他说，这事交我啊。不用，干嘛呀你呀、啊？我都听说了，你都让人给罚下来，都看大门去了，你拉人什么店长呀、啊？等会儿，你看大门的，你不是物业的？我是物业的啊，对，他以前是物业，这不是。前两天啊，一车主违章停车，他也是好心，找俩人给人家抬边去了。等会儿，他咕噜咕噜，怎么了又？哦，原来抬我车的是你呀、啊！哦，那违规那车主就是你呀、啊！我找你好几天了，你找我干啥呀？你凭什么抬我车呀？凭啥？你咋停车呀？啊，那不让停车，你不知道吗？你那车一停，后面十几辆车出不去，我只能抬你那车。出不去，你找我呀？我咋找你？我找不着你啊！找不着，不知道打电话吗？我打你这电话三次了，你都不接。陌生号码我能接吗？万一是诈骗电话呢？那我就只能抬你的车。抬我车，我就告你。你告我，我也得抬你的车。你凭什么拉我们家电闸？这都几点了，你还装修啊？你扰民了，我就得拉你家闸。扰民了，你不知道告诉我吗？我找不着你啊！找不着，不知道打电话吗？我打仨电话你都没接。陌生号码我能接吗？万一是诈骗电话呢？那我就只能拉你家电闸。那我不拉，我就告你。你告我，我也得拉你家电闸。看你这样啊！你都看大门了，你还拉电闸？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！你不管我啥动物，我就管你这个耗子。我还告诉你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这样，知道吗？啊，以后你要是扰民的话，我还得拉你家闸；以后你要是违规停车，我还得抬，我就拉，我就抬，我抬了抬抬，你抬抬，你能咋的？还挑上骨了？你看你长得跟个破骨似的，你就欠锤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上面有人，我现在就打电话告你。你告我去，告我咋的？我都已经看大门了，你还能把我咋的？看大门，我让你明天擦大门。别！哎呀，你少说两句吧！别打！哎呀，大姐呀、啊，你对我们家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，他老婆就是擦大门的，不是？你再告他，你让他也擦大门去，就一个大门，他两口子擦，是不是有点挤呀、啊？不是，大姐，你别告了，你给我个面子，行不行？算了。你哪来的面子？你算老几呀、啊？我老二啊，我范老二。没你的事，你别管。不是，大姐，这样，哎，我去给你电闸给你推上去。啊、你有电闸钥匙吗？我没有啊，你给我，我不就有了吗？我有，我不给你。你什么态度啊？不信你犯的，我告诉你啊。
你今天不把电闸给我推上去，我跟你没完。没完啥呀？你不就是告我吗？你告他，我跟你说，你到哪告我，我都不怕。我有理，我就是不怕。我还这么跟你说吧，你别说让我擦小区大门口了，你就让我擦小区公共厕所，该咋着我还咋着。以后你违规我就踩，你扰民我就拉，我拉拉拉拉你拉拉，你能咋的？哎呀，行了，我说的，林石，你消消气儿啊。呵，我这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平常在家里啊，一句话都没有，你跟人家怎么这么多话呀？还抬一抬拉拉拉拉一拉拉，你闹肚子呀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他可不是吹牛，人家上边真有人，有人咋的？你怎么去看着大门？你不知道啊你？啊？哎呦，大姐啊，你听我的啊，这事儿算了。气死我了！啊？这事算了，我必须得告他。不是我跟你说，他就这么个直性子人，他得罪人多了，没人能管得了。你还找人？你找的谁呀？我说出来，我吓死你俩。那谁呀？赵刚子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找谁呀？赵刚子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上面那人是赵刚子呀？怕了吧？哎呀，你是找赵刚子把我罚到大门口去的是吗？吓死了吧！哎呀，吓死宝宝了！等会儿，哎，大姐，我问问你，你认识赵刚子呀？何止认识啊！哦，那你跟这赵刚子什么关系啊？红颜知己，知道吗？得问问啊，哎，他是不是以前追过你啊？什么叫以前呢？哦，现在还追你呢？腿脚比过去还利索呢。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哦，爸爸，哎，爸爸，你得出来了，这事儿这局面完全失控了啊！哎呀，这我没想到啊，这个怎么了？他俩有关系？这我听见了，听见了吧？你信了？我信呐。他能干得出来呀、啊、滚犊子挺有力度啊，赵刚子都听你的啊、哦、我可听说了，赵刚子这人不好办事儿，除了他老丈人话，一般人话他都不听。他老丈人跟我也不是外人的。那他老丈人跟你啥关系啊？他是我干爹。姑娘啊，你以后扒虾能不能看着点本儿？说话能不能有点准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就是赵刚子，我就是他老丈人，干女儿。那你是？我是老二，我是范老二，我跟他们没关系。你们一家人合着伙调理我是不是？我打电话，你打电话咋的？你不就是上面找人告我吗？你告去，我告诉你，你告的太好了。我在这物业干了十几年了，我一直没升。你这一告，我领导找我谈话了，说我工作认真负责。嗯，小区的业主给我写了十几封表扬信，说了从今天开始提升我为公司副经理了。哟、哎呦嘿，好啊！而且领导还说了，以后咱们小区八个大门全给我管。对了，就你说擦大门那活也归我管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我告你干嘛呀？我告装修公司，我这活不让他干啊！哎呀，成功了，这清静了。哎呀，喂，谁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家装修的活不让你们公司干了。哎。怎么了这是啊？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什么啊？你们家物业有人啊？装修时间你说了算，想几点干就几点干。现在我们家电闸都被人拉了，出大事儿了！你人呢？不是我。喂！哎呀，这信号不好，爸，我出去接啊。喂，钱春芳。